大家好，我是外航员。这期海东专题话题是推进城的巨人。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来自推进城魔鬼之妖的蛮霸者，在311期海东专题，我们已经大致胡扯讨论过一番。这一群突然出现的凯多强大战力蛮霸者们，可能是和奥兹以及小奥兹一样，是来自古代巨人族的可能。而这期海东专题，我们就要进一步的胡扯探究一番和蛮霸者们有关的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们可能和127期海东专题我们所胡扯讨论的推进城前进长火灾井一样，也有可能是来自推进城的可能。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到在我们现实世界的10年前，也就是海贼漫画推进城的篇章中，在小冯冯变成当时的副监狱长汉尼拔的模样，和推进城的看守们以及巴基和米斯特三一起前往极寒地狱找路飞的路上，由监狱看守们所提及的那个曾时常发生在推进城监狱里，让已经没有能力越狱的犯人突然离奇销声匿迹的人称魔鬼之妖的恐怖灵异事件。而在这个情景画面中所出现的实行魔鬼之妖的面目狰狞、头上带有双脚的恶魔的样子，其实就和在10年后和这部片的954话剧情中所出现的蛮霸者们在监狱中如恶魔一样的头发样貌如出一辙。这是否就表明蛮霸者们可能就和推进城的那些魔鬼邀约的恶魔们是同一种存在呢？而且我们在推进城篇已经得知的所谓的犯人因为魔鬼之邀而离奇消失的事件，其实可能就是意外进入或被带入推进城5.5层乐园的情况，以及我们在74期海东专题讨论到革命军的巨人新军队长可能是推进城5.5层乐园建造者的胡扯，已经被尾田在 SBS 中证实的情况来说，推进城监狱最早的让犯人消失的魔鬼之妖事件，可能就是来自以100年前被抓进推进城的巨人茉莉为代表的强大巨人族罪犯所为。而这其中可能就不乏像蛮霸者一样的古代巨人族，只不过和巨人族的茉莉是通过他特殊的超人系推动果实能力，在推进城地下5层和6层之间建造5.5层乐园之后，才让自己在100年间消失在推进城之中的情况所可能不同的是，曾被关在推进城监狱的蛮霸者们，则可能是通过目前和他们已经同在一个凯多海贼团，也就是曾被我们胡扯是推进城前监狱长的火灾镜的帮助，才成功消失在了推进城之中。以镜从出场时就被奎因爆料是喜欢拷问的变态的情况来说，如果凯多在他任职期间被带进了推进城，镜自然就不会放过对无法被杀死的凯多实行严刑拷打的机会，而这可能就是最强肉盾凯多赢得拷问变态镜追随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换言之，镜的严刑拷打不光可能完全对凯多无效，在领教到凯多如此强大的肉体力量，以及可能在听完凯多描述自己的野心后被折服的镜就决定卸下监狱长的职位并加入到凯多海贼团之中。而可能和后来的推进城越狱事件中大张旗鼓的招兵买马的路飞和黑胡子所不同的是，凯多和镜在离开推进城时可能就只是带走了凯多可能原本计划故意让自己被关进推进城后要带走的那一群和他一样头上带有双脚的古代巨人族罪犯，而他们也就成为了后来在凯多海贼团中代表魔鬼邀约的远古巨人战力蛮霸者。好了，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是航员，海东专题我们下期再见。